Hello KOF Gym 的朋友大家好，我叫 George， 中文名是李樹文，大家都叫我佐治的。我在2007年的时候开始在康文署健身，就到现在就差不多有11年。我在2013至2017年间参加了由香港健美健身总会，即是 HKFBF 举办的赛事，当中有6个，其中4个是本地赛事，有2个是奥林匹克先生亚洲的业余赛事。飲食是很重要的，其實尤其是譬如我們說一般如果以減肥為目標的人，因為一開始我們做運動的強度呢很多時候都是很有限制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配合飲食呢，其實在頭一開始的階段呢效果會比較顯著，但是如果我們為了健美比賽的角度去說呢，其實飲食是更加重要的。Okay， 因為其實在比賽入面，無論備賽又好，或者是真的準備緊要出賽啦，這個過程呢，我們其實飲食都是24小時和7日都是進行緊的。往往入面呢，就包括我們在訓練的時候呢，我們會有低碳日啦、 low carb day 啦，咁去幫助我哋增加個減脂效果啦。另外亦都會有譬如 refit 啦，補充翻多啲嘅碳水日啦，增加翻我哋嘅能量嘅。直至到去到比賽嘅時候，我哋都有deplete 啦，同埋carb loading 嘅。OK， 咁即係包括一啲甩碳啦，同埋一啲再重新修補嘅過程嘅。咁其實我一開始都係冇乜概念嘅，譬如喺一開始我提過話我喺康文署開始健身嘅時候，咁嗰陣時冇乜資訊啊，自己亦都冇去揾啊，咁我亦都冇讀過相關嘅課程啊資料咁樣，咁所以可能好簡單，我都係正常人咁樣一日三餐咁樣，咁但係我就可能刻意呢做完運動之後會走去食，好記得係兩隻雞蛋，嗰陣時就覺得已經係好多啦，好足夠啊，直至到慢慢我開始多啲興趣，咁我就去報讀相關嘅譬如教練課程。因為每個教練課程入面都會有涉及到營養一課嘅，咁但係我就會當時覺得係好理論化喎，咁我唔會去量度我食幾多嘅碳水化合物啊，幾多嘅蛋白質啊，或者係幾多嘅脂肪咁啊，咁所以嗰陣時可能始終都係冇著手去做到呢樣嘢咯。咁直至到去再之後下一個階段就係我真正去工作啦，做咗教練呢份工作啦，我想再改變多啲我自己嘅身形，咁我就係發覺我一路操練起上嚟咧。原來我的身形是有少少轉變，可能脂肪率減低了，但是好像我都不是很夠大隻的，因為周邊很多同事都會可能食和操練方面都會比較厲害一點。跟住之後再一路下去的時候呢，就是開始玩健美比賽了。教我玩健美比賽的就是 Wallace 啊，蕭啟華，那個個都叫大鍋，他那時候就很簡單地跟我一開始說就說吃多些東西。咁因為可能對於喺佢嘅角度入面咧，佢做咗好多年啦，十年八年，咁所以對於佢已經係變咗基本嘢，咁所以佢就好輕描淡寫咁同我講話，食多啲嘢。咁我喺一開頭嘅時候咧，就淨係同以前一樣，都係可能一日三餐，或者係多個茶餐咁樣。咁我就將每一餐嘅份量咧增大，即係譬如可能我食一碗飯，咁我就變咗碗半飯、兩碗飯。咁到再之後發覺好似唔係好 work 喎，咁樣講好似脂肪多咗喎，咁樣因為食多咗嘢。咁但係再之後咧，就會慢慢開始原來我唔可以淨係增大個份量嘅。咁我係開始要記翻以前讀書知道嘅嘢，就係話我要增加翻多啲嘅蛋白質。OK， 咁我就會刻意去將翻原本我食咁多嘅餐數咧，咁就每一餐去增加翻個蛋白質，即係從而去提升翻整體嘅吸收。其實點解會做到食多，可以食慢慢食多幾餐，就係因為你開始你個運動量開始越嚟越大，個強度越嚟越大，佢亦都需要多啲能量去補充去吸收。咁其實都可以話係一個訓練嚟嘅。咁如果你 keep 住都係食開你平時食嘅分量，你唔刻意去加少少加少少咁樣咧，其實你身體係就會習慣咗佢咁咯。係咁，所以亦都唔會食得多咗。其實所以如果講翻針對翻健美比賽呢樣嘢啦，咁如果你好刻意去要去做好呢樣嘢咧，咁你就要做多少功課咯。咁譬如你會去自己準備食物啦。咁我哋準備食物咁亦都有分我係非賽季同埋比賽嘅季節嘅。OK， 咁當然如果我比賽嘅時候，我會準備曬我一日所需嘅食物啦。咁但係如果係唔係比賽嘅時候，我係非賽季嘅時候，咁我係會彈性大少少。咁可能我準備嘅就主要係一啲蛋白質嘅食物。咁如果你平時有做開去量度食物嗰個習慣咧，咁其實你慢慢咧，你會開始發覺，你會見到可能我有手掌咁大嘅肉，拳頭咁大嘅飯，
咁你大概你會估到你攝取緊幾多嘅碳水化合物同埋蛋白質或者甚至乎脂肪。其實我哋係冇辦法100%準確去知道我哋食緊幾多，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就會話如果非賽季嘅時候，可能我就有多冇少啦，咁我可能食多少少。咁但係我哋多可能都係要有喺蛋白質嗰方面吸收多啲咯。咁其實去到譬如茶餐廳嗰度，或者係一啲街外出邊嘅食物，好多時候大家都知道，其實喺香港咧，咁如果真係要攝取足夠嘅蛋白質咧，係有啲難度嘅。咁碳水化合物其實就比較容易嘅，因為譬如好簡單舉個例，你去食碟頭飯，其實一碟飯可能已經係你平時食緊嘅兩三倍嘅份量。咁點解咁易食到呢？就因為佢多咗好多汁醬，咁其實就比較容易食。OK， 咁所以如果我哋冇刻意去之前做過一個量度嘅過程啦，咁我哋冇個概念啦，咁其實我哋係唔會知道我哋其實每日食緊幾多嘢嘅。亦都好似舉個例啦，睇翻啲數據就係話一個湯匙等於三個茶匙，咁佢話叫你去食譬如一個湯匙的花生醬咁樣先算啦。咁如果你畢落去，你平匙同埋一個拱起咗個匙，其實都已經相差好遠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就係突顯咗你如果有量度嘅重要咯。如果你量嘅時候，你就係原來一個湯匙，我哋原來知道就係等於15克。咁如果你冇去量度嘅時候，你就會純粹畢一個湯匙上去，就以為係15克啦，或者係一個湯匙所需嘅份量啦。因為好多時準備食物嘅時候咧。我哋食嘅嘢都會比較單調，咁所以喺外人眼中咧，就會覺得好似我哋好似好慘咁，佢哋會用好慘去形容呢件事嘅。呢啲字眼咧，其實會成日都聽到嘅，由一開始健身嘅時候。咁但係一開始我哋聽到嘅時候咧，會尤其是因為你自己本身已經冇所謂冇啖好食啦嘛，咁或者日日都係食緊呢啲嘢啦嘛，已經。即係心情有少少唔係咁好㗎啦，咁但係仲聽到呢啲咁嘅事咧，你會可能係會有少少即係嬲啊、火啊，咁但係當你健身咗一段時間，甚至乎有玩比賽，即係最刻苦嘅時候，你都經歷過嘅時候咧，其實你聽到呢啲嘢，你就即係一笑自知咯。即係健美比賽係一個馬拉松嚟嘅，就唔係短跑，係咪咁？如果你好急住去攞到成績咧，咁到頭來只會可能係譬如可能喺訓練上面度受傷啊，或者可能係你因為得唔到你想要嘅成績而好快放棄。咁所以即係呢個態度係會好決定你能唔能夠玩得長遠咯。咁以上其實我哋去做嘅即係所講嘅嘢咧，咁其實唔係淨係課健美比賽嘅。咁其實如果本身你自己運動目標係想減肥啊，或者係增加啲肌肉啊，咁其實只不過我哋係有因應翻唔同嘅強度去設定翻俾自己咯。我哋可以因應翻我哋唔同需要而去做翻適當嘅增減。好，咁如果大家仲有啲咩關於飲食啊，或者係健身上面嘅問題咧，唔明白亦都可以留意翻。以下的備註咧，去揾翻我嘅以下的 IG 或者係 Facebook。咁如果大家想再留意多啲健身嘅資訊，咁就記得去 follow 或者係 subscribe KOF Gym 啦。咁呢個係我另外會劈起嘅雞柳啦。咁有時我喺出邊覺得食嘅餐數咧，咁唔夠 protein 嘅份量，咁我就會自己額外再加落去。